听姐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今仔日小可有微微啊雨吼，啊嘛搁咧出日头。啊，拄只来的时阵吼，啊，感冒丢落咧讨论讲，啊，当时要去音乐台，是要大只就好吼。啊，看咧手机讲吼，咱大只就好啊啦吼。大家找较会着所在吼，啊，路边经过的人嘛较会看着吼。啊，感谢主吼。今仔日啊，虽然讲安尼有出日有落雨吼，我嘛古。这风真好吼，微微啊风吼，啊坐伫遮感觉真凉爽吼，非常的凉爽。啊，这礼拜伫美国呢，啊，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一个真大的新闻。啊，这个新闻就是咧讲起伫拉斯维加斯，咱知影这个所在是美国的大城吼。啊，若有去美国的人，大概拢会爱去这个大城行一日啦，不管有去啊。啊，跋筊无拢不管吼，啊，迄、那个所在秀嘛真好看吼，啊，拄拄伫初一暗十点，啊，台湾的时间啊是初二吼，差不多下晡，啊，发生一个重大的抢劫，这个抢劫案，一名凶手对饭店30几楼，安尼开枪。啊，对伫参加音乐节，迄阵去参加音乐节，差不多20000多人。咱也知影讲群众差不多20000多人，啊，音乐节挤挤啦吼。啊，对，30几楼开枪，啊，总共呢，至少造成58人死亡，527人轻重伤。啊，这个枪击手后来伊家己呢？自杀，吼、哦，家己自杀。啊，美国政府到现在还搁咧找无，到底这个人，因为过去这个人无什么前科，吼、哦，这个人当然捌啊严重的开车违规啦，但是迄种唔是讲有啥物讲诶怨恨啊，是啥物款咧？唔是政治理由啊，宗教理由，拢总唔是。啊，这款的人是安那忽然间诶，吼、哦，台湾咪讲大开杀戒。哦，枪击咧，咧砰砰，这人甲伊拢总无任何关系，无任何关系。啊，这个人什么会做这个举动？到今也无法度找出任何理由。啊，台湾的外交部在迄当阵较下请这个枪击的代志，然后呢，就甲台湾啊，伫国外、海外的这个观光客安尼讲。讲呢，你无论佚佗，还是做生意，还是去遐啊读册，这段时间请你唔通去迄个所在。哦，当然这是一个警告啦，嘛是提醒。伫台湾另外一个音乐会嘛发生这个啊暴力事件，伫台大的校园内底有一个名称叫做“中国新歌声”。啊，将上海、台北音乐节啊，这个主题是台大的校园，因为呢，这个台大校园啊，这个田径场去予人规个占起来，所以学生真不服，哦，学生真不满，讲校太当做这个代志，哦，伫个学生上课的时间，啊，你将这个场借予外人，啊，来这个所在咧吞大，啊，阮家己袂使用。啊，所以就去抗争。啊，抗争的时阵呢，嘛产生暴力事件，就是有一挂人，啊，这个人呢，号称吼，号称啊，就是讲啊，这个所谓的这个触痛吼，触痛的这个洞，啊，底下呢来打学生，造成呢闹会的事件。啊，这个代志到现在还搁咧调查吼，还搁调查。啊！迄个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当我咧看这个镜头，我心内咧想讲，较早吼，啊，阮那伫街头伫抗争的时阵，拢是进步部队咧甲阮拍啦。啊，即摆进步部队无来吼，煞中国人来拍台湾的学生啦。哦，这学生照讲抗议伫台湾，这是足正常的代志。结果咧，警察无出现，啊煞。即系对中国派来的拍手，而且咧拍台湾的学生。最近佫一件消息，
啊，这嘛，互咱大家啊，听听咧，笑笑咧吼。就是讲咧，顶阵啊真出名，妙禅师傅吼，啊去中间看医生啦吼。啊，伊排47号，啊，但是咧，人看到34号，啊，伊就中间的副院长就直接甲带入去吼，啊，佫安尼摇摇摆摆吼，真大班啊，无讲啊，哦，你共臭地无话，讲歹势吼。啊，这代志嘛变作一大新闻吼，讲啊，有人就开始伫这个网站讲吼，啊，伊毋是讲是笨呢，啊，伊毋是有神力会共医病，啊，笨吼嘛会破病啦吼，是，伊家己有神力，啊嘛会破病，啊破病吼，无你乖乖看医生，佮共插队佮用滴管吼，哇，这代志怎么，规个媒体大家咧讲个吼，东倒西歪吼，啊，我算是安那要讲这三个。因管即马所发生伫咱四周围个代志，今日咱所读这段经文，其实甲拄只这三个故事拢有真大个关联。今日所读这段经文呢，这段经文咧讲起安怎样？讲伊讲当耶稣呢，当耶稣啊，伫迄个时阵有过来人来。对耶稣讲起比拉多太死的这段献祭犹太人的代志，有一个加利利人伫这段献祭，啊，去予比拉多太死。哦，这当然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了吼，这是这个背景。啊，这个人当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，当迄个时阵是安怎？这个人要对耶稣讲起比拉多太死的这段献祭加利利人的代志。大概两种的讲法，啊，这种的讲法就是讲，这些人其实因来咧甲耶稣咧甲警告啦，警告耶稣啦吼、哦，因为耶稣迄当初呢已经准备，就是军队伊军将足济啊，啊是安尼比拉多会伫圣殿杀死人，比拉多其实呢，其实哦，若去考古学，也是讲伫啊这个约瑟夫咧写的这个文章内面的历史学内底呢。耶稣就是讲，除了圣经内面四本福音书以外，耶稣其实内底作些资料，将当时呢，当时这些代志拢写伫伊的著作内面。啊，伊是一个历史学家。啊，伊咧讲吼，彼得多其实是一个作歹作歹的神父啦，吼、哦，这个神父。啊，这个神父呢，神父是安怎？咱来了解讲当时啊，这个耶路撒冷，还是讲当时加利利。啊，是讲当时咧，诶，这个犹太人因诶世界是安怎样？当时的社会其实是几啊股力量，一股力量就是教会力量，教会力量咧70个人，啊，然后呢，伊爱派一个叫大祭司，啊，这个大祭司是甚么人派？就是神父派，哦，就是罗马政府派的啦。这个大祭司要做祭司，一定要经过。罗马政府的同意，伊才能做大祭司。换句话讲呢，这个大祭司是控制伫罗马政府的手头啦。啊，大祭司啥是宗教上的领袖，但是呢，政治上的领袖就是神父，就是罗马的皇帝派的犹太来统治的这个神父，所以这个神父的权真大。啊，大祭司有啥物权力？当然一寡纳税啦，一寡啊教会。礼仪宗教上的仪式完全拢大祭司也当做主，啊，伊嘛当人判罪，哦，违反犹太人的律法的时候也当判罪，但是咧，但是伊袂使判死刑啦，伊若要判死刑，一定要经过神父，哦，经过神父的同意啦，哦，所以咱知影讲，咱讲耶稣死伫什么人手头，必然都是神父啦，因为安那，因为大祭司在宗教头人袂使判耶稣死刑。会当判死刑的，敢那神父会使尔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所在时，这个人甲伊讲吼，讲彼得都开始伫这段献祭加利利人的代志。啊，彼得都这个人是安怎样呢？彼得都这個人是若要讲吼，是一个真唔捌一个洁无卫生的人呐。安那讲呢？过去虽然讲罗马统治犹太，但是呢，过去的神父。每一任的神父拢会尊重犹太人，因的祭典，就是讲尊重因的律法，宗教的部分归
这个性格去管理，政治的部分就是我孙女来管理。哦，所以呢，一般呢，过去的孙女免去干涉到宗教的这个礼仪啦。但是比较多呢，等于做孙女的是伊安那，伊第一个代志，因为吼、哦，每一遍若到官过节，官过节的时候，亚罗塞令当中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迄是咧庆祝犹太人得到逃亡出埃及的代志，所以犹太人呢足尊重这个，因就是伫遐大家做伙。啊，这个时候上着啥？上着叛乱啦！哦，就是因那个罗马帝国统治，所以呢，因拢想要背叛，想要呢起来革命啦，起来革命。所以呢，那是到这个潘贵节，亚罗塞令拢是人。啊，这个人呢？伊要来，这就是开始咧招兵买马啦，啊，就是咧刀好势吼，准备啦，要推翻这个罗马。当时呢，委托啊，伫这个犹太的统治者叫做希律啦，哦，所以呢，所以这整个的结构，所以每一年啊，到这个啊，跨过这个时阵吼，孙武的部队、罗马的部队，干那这几级会当入去到圣殿的边啊，在遐部，因为安那，因为太子叛乱，无法度维持啦。那比较多，伊安那做？过去呢，就准讲即个孙武呢，要派兵入去，伊就是静静啊，甲部队安插伫内面，唔敢公开公然去挑衅。哦，咱讲去安那，去挑工挑故意，啊，要互犹太人生气啦。啊，即比较多吼，比较多伊安那做呢？啥？伊吼将罗马皇帝的像，包括旗啊，哦，拢总举入到圣殿。啊，这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足大足大的禁忌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是反对拜偶像，啊，罗马呢是所谓叫做皇帝宗教，爱拜皇帝啦。啊，甲皇帝一相压入去，这个犹太人的圣殿内面，表示啥？表示公然，我就是要甲你挑衅啦。哦，所以伊要叫伊的时阵吼，犹太人。当然，教会就出声嘛。圣殿这宗教人就讲我啦，讲你唔通安尼创哦。将来捌到孙女敢安尼做哦。啊，你吼、哦，这个基业入来，这是违反阮犹太人作大，这是违反阮的法律。啊，违反阮的法律是爱杀死的呢。哦，就宗教上是爱死的呢。结果你做孙女，你犯这个代志，所以呢，比较多唔听，伊唔听话，伊照常压入来。压入来呢，不但安尼，入去教会内面的神。有一个罗马的军兵，佮出来甲因挑衅，挑工安那，挑工烫火啦，烫火犹太人看啦，我这代是严重个呀！伫圣殿的内面，你甲皇帝的像压入，就是甲偶像压入，不但安尼，佮挑衅，所以呢，引起足大的冲突。毕竟呢，即个部队总去予犹太人规个对圣殿个位，毋帮伊耍啦！哇，这个时阵代志传到罗马。这个皇帝的头壳内底啊，罗马皇帝讲，哇，这类代志不得了哦，哦，所以呢，赶紧甲比勒多讲，你哪里创哦，你安尼个布雷吼，这真正会起来革命哦吼，啊，所以尾啊吼，当然比勒多啊又收卡啦，又收手啦，但是呢，后来过了边，比勒多派兵去就是安那，要抓这所谓叫做叛乱军呐、啊，伫内底杀死真济。即个犹太人，伫圣殿的头前，啊，所以呢，有人甲耶稣警告，哦，讲呢，你来到这个所在吼，你若倒伫只台死伫这段限制家己人的代志哦，哦，所以你爱较细致的吼，哦，一路面是好意，一路面嘛个咧警告啦吼。圣经内面来讲，耶稣应讲啊啦，因为即个家己人受这款的灾难，恁着想讲，因比其他家己人。犯较重的罪是无？犹太人的法律，犹太人的风俗足简单诶。这个人若是不幸遭受着苦难，就是伊有犯着罪，得罪上帝啦。哦，大概伊的思考拢是安尼啦。哦，只要哦，所以讲哦，啊，这个人咧伫圣殿内面，伊有比勒多抬死，对耶稣来看，另外一种的看法，但是咧。对犹太人来看，这些人就是讲哦，啊，这些人一定犯较重的罪啦。当时耶稣直接讲啊啦，耶稣讲，恁认为这些人
因为从开始是因为一款较重的做事物，耶稣讲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哦，恁若无悔改，拢会亲像安尼的无？唔是啦，因无犯比你较重的罪啦。但是安那，恁若无悔改，甲因同款灭亡啦。第四十讲啦，讲检察恁嘛想讲西罗亚的塔倒落去的时，予伊第四迄十八人比大耶路撒冷拢总的人有犯较重的罪。我甲恁讲，唔是，恁若无悔改，拢会亲像安尼灭亡。耶稣伫遮咧讲这个所在，伊咧讲着一个语言叫做罪。除了这个语言以外，伊嘛阁讲着一个语言叫做悔改。哦，罪、悔改、啊灭亡。啊，这三项有啥物关联？这犹太人的讲法就是讲，你若犯罪，就一定会不幸啦，会死啦。哦，总是耶稣讲，唔是，唔是安尼啦。哦，今仔日咱。那看到美国这边，安尼死五十多个人，啊五百几个受伤，啊这些人甲这个，敢有什么款的仇恨嘛无啊？啊这些人敢是犯什么罪？嘛唔知啊。但是，唔是因犯罪才会死啊，是因为人类无悔改。什么款的悔改？吼、哦，等下咱看落去。所以呢？耶稣讲，神说佫甲因讲啦，讲唔是伫圣殿内面，比拉多太死遐伫圣殿咧坐，伊落底下咧伫献祭的人尔啦。西罗亚是甚物所在？西罗亚是伫个山顶，啊一个西罗亚伫个边啊，起一个塔。啊，这个塔底落是吼，那照一寡圣经学者咧讲是讲吼，可能是迄几天拄发生的代志啦，就亲像咱拄仔咧讲拄几日发生的代志。所以耶稣嘛真要用这个处境吼，伊看到处境，伊讲啊，西罗啊，吼你看等于啦，啊西罗遐第十八个人，遐个人敢真正较有罪？唔是啦，恁若无悔改，要共款安尼灭亡啦。遐个姊妹，耶稣伫只，伊刷落去，伊讲一个譬如，伊甲因讲一个譬如，啊是咧讲什么话？伊讲有一个人伫伊个葡萄园种一丛无花果树。伊来迄丛树找果子，毋过找拢无，伊就对各方的人讲：“你看，我连续三年来遮即丛无花果树，遮要找果子，找拢无，干脆甲抄起来啦！哦，哪着留伫遐定所在？迄个各方的印光主人啊，佮伊留一年，我来割四边的土，佮落肥，每年然后结果子就好，那无呢，则甲伊抄起来。”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阵呢，就是在指人在甲经过，讲比拉多是遐尼残酷，比拉多伫献祭的人啊，将因的血啊，伫这台顶面啊，伊的手伫遮擘血，佮不但安尼，哦，耶稣在甲因讲，恁想讲这个人是不是比其他人较有罪？唔是啦。然后耶稣讲这个譬如，讲这个譬如，伫遮呢，到底这个譬如是咧讲什么话？这个譬如，其实咱也来看，拄只耶稣讲两种的人，一种是迄个比拉多太死的，伫圣殿内面太死的；一种呢是西罗亚去予地死的。那论准备讲地死的是啥物话？叫做意外嘛，对不？哦，啊去予比拉多太死的。那是有凶手吧？哦，那不是意外吧？那是因为要限制，啊，限制是因为哪？因为这个就是讲革命军插刀，拢秘伫限制人的内面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社会真乱，你当作社会真乱。啊，这个故事呢，这个故事咧讲起讲耶稣呢，对这个经过，伊颠倒呢，伊无感觉是安怎样。对伊来讲呢，比拉多杀死人这个代志，对伊来讲，伊无，伊感觉讲吼，这是足自然，比拉多这个凶手伊会做的代志。但是呢，伊颠倒转爱甲犹太人安尼讲，伊讲你来悔改，悔改安怎？耶稣伫当时做咧传的福音是上帝国的福音，这个福音是甚物？是非暴力的，
上帝的福音是非暴力的，不是讲用暴力、用手段下通去制造，啊，然后推翻罗马帝国，安尼，和犹太独立，哦，耶稣不是咧推这个啦，耶稣推的上帝国，这个国是无界限的，这个国是要安那和人甲上帝搁好，要安那找到一个真实、充满公义、和平、无暴力的一个社会，总是。军队的人真侪人唔知影，圣经内面只有找到十二个学生尔，十二个学生其实内底吼，嘛有注定暴力的呢。哦，耶稣予人，予人要伫克西马尼，若要要甲抓时，背刀出来对迄钉钉的耳仔下掉吼，那是暴力啊。哦，但是耶稣唔是暴力的人，耶稣对这个用暴力制造混乱的人，伊的心内非常的不足忧伤，所以呢。伊讲哦，伊讲这个人不是因犯什么罪啦，哦，啊，恁若唔悔改，新款的悔改，悔改呢，唔是讲等到上帝面前讲，啊，我着即马我要做好人啊吼，啊，我无爱安怎，唔是。对基督教信仰来讲，悔改是一个人全生命的改变，是生命的改变，是出自内在的改变，唔是干那做方看的啦，哦，所以。咱咧讲个悔改，甲做善事无共款。咱咧讲个悔改是一个人当伊个心去了上帝，伊认捌耶稣基督，伊个悔改是对伊个内心改变，对所有代志，伊欢喜用着一个追求真理、追求公义、追求听这款个心情去接纳。基督徒有时将悔改认为讲啊，洗礼了就悔改了啊，不是啦。咱也不是省察家己，常常爱省察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耶稣讲，这个人恁若无悔改，恁若继续要用这款的方式，那安尼同款就无啦，一样灭亡。恁未讲因为安尼，恁就能得到较好啦。所以呢，耶稣这个所在在讲的悔改，然后伊讲一个故事，伊讲呢，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啊，真奇怪吼，在葡萄园内底啊栽无花果，吼，这哦，是啊，在葡萄园内底栽无花果吼，这吼有人讲啊，这犹太人因都风俗都有安尼做啦吼，啊，但是牧师去查足侪资料，拢找无一个吼，哦，到底这是什么原因？不过我家己想讲。葡萄园内底甲栽无花果，这是毋是这个除了园主以外吼，是这个顾葡萄园的人吼，是讲遐都有空地遐啦，加减要甲栽看卖咧，还是讲园主甲交代讲啊，遐都还有空地啊，无你无花果是要甲栽落看安怎吼？啊，栽落三年，无花果树论真讲吼，三年是还袂开啦，还袂开花啦，哦，啊，但是表示啥？这个园主来看顺顺的，讲啊，无结果子，啊，无甲错错掉啦，空占所在啦吼。哦，台湾来讲，四地定点啦吼，定大只，啊无咧，迄啰生果子啊，直接咧食了我的肥尔吼。哦，讲错错掉啦吼，啊，这个园主吼，未免嘛真急吼，心里真急吼。但是这个讲的人安怎讲呢？讲的人讲吼，讲主人啊，卖啦，哦，都花一年的时间啦吼。啊，我边啊，甲骨骨嘞吼，骨骨嘞啊，甲撕肥吼，甲啊个肥嘞，看明年通收无？啊，若无收，则甲撤掉了吼。哦，啊，这个故事其实吼，真短。啊，到底是一年是外久？是毋是明年主人来讲，啊，佫还袂生撤掉？啊，这个你做个这个讲的讲，啊，咪啦，佫等一年啦吼，佫等安尼啦吼。要说是啊，讲这个譬如真趣味吼，上帝。其实，这个恒主有人讲，就是咧代表上帝啦吼。耶稣咧讲是代表上帝，伊讲上帝呢，要咧等待啦，等待世间人悔改啦。哦，有甚物代志悔改？咱看讲美国这边发生的代志，枪这个物件，伫美国社会来讲真普遍。啊，为甚物枪伫美国社会遐普遍？啊，原因足简单，因为共和党。拢咧制造武器，啊，枪支若当伊吼，啊，一动吼，足侪只制造武器的吼，都爱受打。
咱通想较单纯诶，讲啊美国是安尼一千户开遐尔济啊，吼啊其实咧后壁背后吼，啊所以呢发生代志了，十点钟内总统拢无讲半句，颠倒民主党遐议员讲啦，讲啊禁枪机啊啦，毋通阁继续安尼互伊泛滥啦。啊，川普即马吼到这个程度来讲吼，会使考虑啦，但是咧禁其中某几种尔啦，其他诶枪嘛无要禁，嘛无要禁吼。啊，所以内面有足侪足侪遮个因素，遮个因素存在伫内面，毋是遐单纯。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，吼、哦，无输捌伫讲到时讲过。大概呢，台湾的基督徒咱拢较同情以色列对无？真侪基督徒拢想讲吼，啊，以色列吼是上帝选民，上帝百姓吼。啊，但是呢，事实上毋是安尼啦。当咱咧讲即卖以色列国。甲早时以色列也是无共款的，即卖以色列国有武器有武力，即卖以色列国甚至去侵犯伊的内面的巴勒斯坦啊，即个百姓，甲伊控制军权的压迫，迫害拢总产生出来。所以呢，所以因为美国白人，川普当然伊当然挺以色列嘛。所以就对这个巴勒斯坦，哦，想尽办法要甲伊赶出来。啊，有一个国语的作者，伊咧写这段经，伊咧讲基督徒要安怎对圣经来看今仔日的以巴的问题。伊讲哦，当咱有看一寡人看到作孽的啦吼、哦，看到作袂爽快的啦，譬如讲啊，哦，伊讲以色列人看巴勒斯坦的人看到吐家己出气啦。伊讲好啦，啊无你要甲安怎啦？伊也无可能伫你头前消失去啦，哦，也无可能消失去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巴勒斯坦甲以色列常常存在就是安那，就是中间冲突一直存在伫个所在。全世界即马上惊啥呢？上惊啥？上惊 IS 啦。讲到 IS 吼，大家国家都惊啦。新加坡。新加坡最近呢，伊嘛开始咧思考啊。新加坡伊发现讲，伊边仔国家已经吼 IS 拢改侵占入去啊。所以呢，伊嘛变做 ISB 来攻击个一个国家啦。所以新加坡呢，伊开始安那想，伊开始咧思考咧想讲吼，爱甲回教徒、爱甲宗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爱对话啊。教会甲教会爱对话啦，宗教甲宗教爱对话啦，未使用迄个万分，用迄个暴力来看其他的宗教，因为若无安尼，有可能新加坡未来嘛会真水，啊也是出手的一个所在。所以咱看到讲，全世界的不安，其实宗教占真大的因素，拢是因为宗教。在那个所在互相的攻击，用神的名，用着宗教的名，表示家己是真理，啊，别人拢唔对啦，拢是爱走别个啦。所以耶稣在这个所在讲啊，讲你若无悔改，同款，本来得着灭亡啦，唔是这些人较有罪啦，无啦，无啦，你若无悔改，同款会得着灭亡，这就受恨。当今你咧制作新闻的时阵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咱有一个问题，咱一直无法度得到答案。上帝敢崩掉掉？哦，所以尼采讲上帝死了。哦，但是咧，上帝无崩掉掉。这段经文耶稣讲，这段的比如伊讲啊，伊讲上帝是崩掉掉，上帝是因为伊爱予人类够有机会悔改，予人有机会通悔改。予人会通伫这个社会、伫这个世界，创造一个真正符合上帝伊的公义、伊的真理的一个社会，就是伫第二次就伫天灵这款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是有公义、有和平、有真理的一个世界。耶路撒冷伫主后70年，规个被毁掉。原因呢？原因唔是罗马政府出手啦。哦、有人讲啊，耶路撒冷尾啊，迄个罗马帝国规个塔吊啊，规个耶路撒冷变作平
病的病病吼，其实不是啦。耶路撒冷的原因是安怎？为什么会失败？原因都是内部的冲突啦。内部家己互相残杀，啊，罗马政府吼，徛在边啊看好戏啦。伊拢免出甲半任何的这个兵，耶路撒冷家己都毁不了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内面分成两派，一派主和，一派主战。主和人讲啊，咱哦唔好安尼吼，咱爱和平共处，啊，互罗马帝国继续统治就好啊，无要紧，维持咱都关系啊。一派讲袂使，啊，即马两派家己相加啦，家己相加，啊，加到尾啊呢，内乱。最近啊，行政院长罗清德。啊！伫立法院的时，啊，这个立法委员甲问讲，你对台湾前途你有啥物款的表达？伊讲，我的政治，我是政治参与政治的一个人。我对台湾，我认为台湾是爱迈向台湾独立。哦，啊，这是真勇敢的话哦，吼！这个话过去咱毋捌看到任何行政院长安尼讲的啦，吼！啊，所以。那这部分吼，爱甲罗清定，一定甲按十个赞啦吼，爱甲按一个赞啊嘞吼。用老怪的表示台湾独立，哦，啊这真清楚啦吼，你过去我甲伊安尼二十多年的同事，我足清楚伊的立场。伊讲出来的时阵，因为这是立法委员的立法呢，家己质询嘛，当然伊表态出来足清楚嘛。结果嘞，行动的易木明去甲按民升高啊，各公爷。讲伊犯着内乱罪啦，啊！我咧看这是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台湾这个社会到底怎么是安怎？到底怎么是安怎？台湾有一个党，这个党叫做中华统一促进党，大家知影吼？哦，这个党呢，就是代代拍人，就是一党嘛吼，就是我都配合中国，配合中国，啊，张安乐本来就是中国嘛。白人啊，怎国民党甲放回转来，啊，转来就组党，啊，组一个党，啊，甚至搁通过会组党，啊，叫内底吼，伊嘛承认内底10%以上拢是黑道背景的啊。啊，然后就开始在台湾，今年10月7日，这党安怎创呢？这党出来游行，每一个人头前夹一个旗啊，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头看吼，有新旗啦吼。啊！我想啊，这台湾社会怎么是安怎啊？我说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自由好唔对，但是中国是咱的敌人啊！啊，台湾人敢拢无这款的意识啊？啊，伊即摆在台湾乱，你学生，你只要学生哦，什么白的事嘛出现啦，什么白的嘛出现啦吼、哦。啊，这栋呢，这栋吼，无需要甲大家讲，大家知影吼、哦。伊讲。这栋中华民国统派政党之一，这个党支持九二共识、一中原则，这个主张，而且咱无什么意见，因为这过去国民党就安尼主张嘛吼，并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出一国两制为终极的奋斗目标，啊，这咱嘛无什么意见啊，因为过去中国国民党就安尼嘛吼。统促党目前主张以中国作为统一之号的国名。不是单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而是中华民国的命名吼。啊，中国是咧讲啥？啊，中国就是咧讲对方一国嘛，对无吼？完全就是咧讲对边一国嘛吼。伊认为讲中华民国四字已经予统派势力所利用，所以呢，正做统一的绊脚石啦吼。所以也五千字吼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千字，并且表示讲这是我的国旗吼。台北街头游行示众、哦，所以呢，伊是这行动算是统促党真正效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推翻了平时啊，伊呢用这个过去的一挂国家认同这款的态度。台湾人在台湾这个土地顶面，其实犹太人。因所经过的历史，咱来学习。拄仔牧师讲过，耶路撒冷主要七十年，规个大平，毋是罗马帝国直接来甲拍，
是内部家己乱。哦，当时混水党拢变作啥？变作强暴、强盗啦，一世界抢啊，一世界家己的人抢家己啦。啊，规个国家乱七八糟啦。哦，其实这是咱来担心的，咱来担心的。伫当这个土地，咱号称民主自由的台湾，假使今仔日台湾内部那形成家己自我残杀，中国足简单啊，伊拢免出手，伊在边啊看。所以中国话讲，伊呢要出兵台湾，一个上简单，就是台湾内底有内乱，台湾无法度家己应征，伊就出兵啊。啊，即马伊派一队人来甲你乱啊，啊，那无法度处理，到时阵这是咱担心的。所以咱确实来为着台湾这个土地祈祷。咱求天父帮助咱，台湾人民确实，咱若像当时耶稣咧讲的，咱若无要悔改，无要悔改，无要追求真实的公义、公理、公义、和平、真理、听的社会，咱若无悔改，到时咱的这人甲款做伙灭亡。愿主帮助咱，上帝要咧登台。咱怎样努力来让这丛无花果树结果子？咱该施肥，希望台湾这块土地会通真实成做上帝国的一部分，有真理、有真实、有公义、公平落实伫这块土地。咱心阿头来祈祷，主管感谢你，予阮伫这个所在站起。特别是台湾这个土地，阮经验着对过去的残酷、过去的暴力、过去的压迫，慢慢成做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。主，阮感谢你通过侪侪人的努力，予这个社会会愈来啊愈找到真实的和平甲公义。同时，主阮嘛担心，伫对岸有中国，伊用着侪侪。无同款的方式，而且在糟蹋人心，致使台湾侪侪人分袂清楚，该何去何从？求你施恩，让阮的执政的人的心情，帮助蔡总统、大院长，伫因在执政的中间，会当看清楚敌人对岸怎样用正确的方法。来咧吞打台湾，也帮助台湾人会通明白，上帝你的旨意要伫阮的中间来落实。虽然葡萄树、无花果树到今也未结果子，总是阮知上帝你是稳定的上帝，你的天后，你的天后也通开花结籽，来结出上帝你所爱的果子。愿你帮助台湾这块土地。有公义、真理、和平，临在伫阮的中间，让人民会通伫遮享受着安居乐业。愿将这块土地强强摆伫你面前，愿你伫阮的中间，愿你甲阮三个平等，愿安尼困起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